家有没有想过，一个虚拟歌手也可以办演唱会，而且呢还有10000人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到底是谁有这样的魅力呢？当然就是我们的初音未来啦。初音未来的美妙歌声呢，在搭配了最新的科技，让所有的玩家们感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哦，所以各位玩家们记得亲自去体验看看咯。最近日本虚拟歌姬初音未来超红，还在东京巨蛋举办了一场超过10000人的演唱会，可说人气超夯，话题不断。而以初音未来为题材的音乐节奏游戏，更在 PSP、PS3 以及大型机台上都大受欢迎。而现在 Sega 公司也将在任天堂的 3DS 掌机上推出初音未来未来计划，还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玩法。本作跟 PSP 版本的等身比例不同，而是以三头身的 Q 版造型来呈现。除了活用 3DS 的各种硬体功能之外，也让场景变成 3D 化，并且支援 AR 扩增实境的新技术，让玩家更能体验初音未来在画面内融合一体的感觉。如果玩家想尝试看看初音未来不同风貌的游戏玩法，可以试试这款初音未来未来计划哦。